Today's Fujin Master and Disciples will be presented in Chinese with subtitles in English, Arabic, Overseas or Vietnamese, Bulgarian, Chinese, Croatian, Czech, French, German, Hindi, Hungarian, Indonesian, Italian, Japanese, Korean, Persian, Portuguese, Russian, Spanish, and Thai. Formosa 是一个小岛，但遍布大自然的神奇美景。从北到南，北部地区有古城、原住民村、绵延的山峰、美丽瀑布、甲雕刻精油的庙宇。中部地区有一系列美景：闪耀的海洋、湍急的河流、甲翠绿的松林。南部是本岛有名的文化中心。至今仍然保有真多早期移民出到土地时的传统。福尔摩沙有申请就办的人在修行观音法门，如今也已经因为经济独立和伊的实力受到国际上的关注和尊重，努力修行的功德已经为这片土地带来欢迎和富裕。因为这修行人的信心和功德，和福尔摩沙享受了安定祥和的福报。2007年初，青海无上师回应了世界会会员圣地的卡邦。2007年2月18日参加新年的庆祝活动，跟来自全世界差不多200名的世界会会员和贵宾。在福尔摩沙欢庆第二年的古历新年，一个吉祥日子的冬天，也是全球优秀领导奖的颁奖典礼。青海无上师颁奖给菲律宾前总统罗姆斯，更是和平奖基金会会长曼纽尔·莫拉托先生，甲参议员赫赫森·阿瓦雷兹，表彰伊在菲律宾对优乐难民所做的慈善义举。在庆祝典礼后，国际上刷来举行青海无上师甲世界会会员做会打造，为全世界和平祈祷。2007年2月20日是青海日，会员以精彩的表演节目盛大庆祝这个节日。现在，我邀请你聆听青海无上师的开始，主题是造成轮回的原因。1994年10月初9日，讲在福尔摩沙西欧。修行啊的人啊，如果不进步的话，就跟没修行的人一样的，知道吗？嗯，然后一个人如果他不是真正的人的话，他没有人的品质的话，就接近动物啊，树木。你们有没有看一部电影叫《Pinocchio》？小孩子的电影啊，这部电影就是描述一个木偶嘛，有没有？有一个老人啊，他没有小孩子。他自己弄一只木偶给他自己玩，后来太漂亮了，然后他说：“哎呀，如果这只木偶的小孩变真正的小孩多好！”哎，刚好那个时候有一位那个仙女下来啊，就给他那个欲望变成真的，那个小孩子越来越很像小孩子。不过那个仙女也告诉他要乖的，要听话的，要学习的，要做好事的。要无条件奉献的，要有道德的等等，也许要他做的然后才变成真正的一个小孩子。不然的话，他说
一个小孩如果不好，就像木头的木偶一样而已，了解了哈。那些故事啊，就不是故事而已，就是有一种修行的那种道德道理在里面。不是像那个阿拉丁那个神灯，有没有看？啊，那个阿拉丁他本来是一个乞丐而已，啊，就因为他修行就变王子了，他把他那个灯里面磨亮了，懂不懂？然后他那个生生世世被关起来，那个头脑啊，那个坏的记忆啊，要解开了，然后我们这个就会有很多神通，有没有？嗯，就像那个根神一样，对，有神通，那个就是我们的头脑了。那个时候我们的头脑的开放了，开悟了以后，他头脑也比较好，所以我们才可以做很多事情。像师傅可以设计衣服啊，什么弄灯啊，画画，那些都是我的神通了，我以前没有了。不过就没什么了不起了，我不是说有什么了不起，我就说一个比喻给你们看而已。比方说我们开悟了以后，很多事情都想得开，很多事情都想得通。不过我已经讲过了，如果真正的要自己真的要才可以的，不是随便拉你们过来一起然后你们就开悟，不是。所以任何的老师都说你就要靠自己，就是这样子，不是不需要老师，就是自己也真正的诚信要才行。不然你在这边跟师父赖一百年也差不多了，你自己还抓着自己的概念啊，自己的习惯啊，自己那种乞丐的品质啊，你没办法变成王子了。实际上那个阿拉丁那个乞丐啊，他本来就可以变成王子了，是不是？就是他那么有一个说谎啊，说谎也不能改，就骗，还想骗他的爱人，所以后来才被主法了，那个魔才能够抓到他那个弱点，懂不懂？来把他全部脱光给人家看，他是说谎的一个乞丐的。比方说这样，这个是很类似我们修行的情况。我们修行呢，开悟了以后，如果自己不真正了解为什么开悟，为什么这样子，我们就一定会再有问题啊。那个魔会再来，魔就是这样，魔是在那边是考验我们的，嗯，所以不要怪魔。如果我们自己不好，怪多少魔也没有用；如果我们好，多少魔来，他也不能伤害我们。像以前那个魔还存在，是不是？不过那个时候他还有他的灯啊，他的灯还很亮啊，他可以每天魔啊，给他做神通变化，保护他，做很多事情给他，啊，就后来他又有说谎嘛，懂吗？接力不清楚，啊，有漏洞，和那个魔才钻那个洞里面，然后抓他的弱点，然后才能够伤害他，才能把他的灯啊拿走。灯就是我们的智慧里面的，我们的道德，我们的本心。然后那个公主啊，跟他结婚，那个就是我们的灵魂嘛，懂吗？然后找到我们灵魂，我们主人了以后，没有别的女孩子是漂亮的，没有世界的东西是宝贵的，只有我们找到我们主人以后，我们才完全满足，不然多少的东西都没有用。像那个乞丐，他变王子有，他什么都有，不过他还是渴望跟那个公主结婚。很多世界很多女孩子他都不要，只要那个，就是象征我们的独一无二的灵魂，我们不能替代的那个本心。所以你们看电视有时候也是一种道理在里面了，所以要给小孩看卡通影片呢，你们自己就先看好，先了解好，有时候要解释给小孩听。你不要认为小孩他不懂啊，你解释他会懂。我跟很多小孩玩过了，我都知道他们真的很像大人一样，我好尊重他们，有时候吓了一跳，不敢太随便跟他们交代啊。真的好聪明，有时候让我们大人会吓了一跳啊。然后就他会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他也是一个灵魂在里面，一尊佛在里面呢、啊，不是随便说他是小孩子。每个小孩当然不一样、啊，不过如果我们知道怎么教带他的话，每个小孩都会乖的。而不知道的话，太死皮的，他知道你的弱点，他皮下去的话，你改不了了。啊，从小如果没有教带好，没有给他在那种道德的路啊跟着走的话，以后来不及改变了。不过要教带他这样子好，要给他一个很神圣的很正确的一条路，我们自己本人啊要自己了解好，是吗？父母就是第一个老师，最重要的老师，哎，从小养到大了，那个起见，那个小的时候是最重要的，
啊，那我们父母就是小孩最好的老师。如果那个时候没有把他放在那个正确的一条路里面的话，啊，以后怎么放呢？他已经走很远了，拉不回来了。所以我们自己本人啊，需要清楚，要清楚我们走的路，才能够带小孩子。嗯，你们教育他什么？让他看什么书？让他有什么朋友？让他有什么条件背景长大？以后会看得出来那个结果，因为他生出来他自己会有那个基因的啊。如果你从小没有开始帮忙他改善，没有帮忙他带动到比较好的那种方向啊，以后他就跟着他那个基因走。这种没有人引导他，他就跟着他生出来那种气力啊，以前那个习惯了，他就跟着走，就变跟以前一模一样。他生出来几百次，他也是这种人而已。也许越来越坏，因为要都受到那个基因已经坏了，就吸引那些坏了，然后就越来越坏。如果我们从小已经开始把他歪过来了，歪过来像那个盆栽一样，那个小小的那种日本种的树有没有？哎，刚种出来，他们就开始歪弯他，哎，用什么绳子绑他，让他长像他要长那个样子。如果现在像这种树，你可以绑吗？可以让他长这样吗？不行了哈，他已经很硬了，绑不了，歪不了了。他很年轻的时候，很嫩的时候还可以歪，他像盆栽一样。不然他也会跟着他那个该长的那个方向啊，或该长那种粗度，他就长上去了。没办法再控制，了解哈，啊，所以父母啊，小孩子很重要，你要照顾他们好，自己要了解好，要认真学习，要认真开悟，要了解道理道德，要开悟，然后才能够帮助小孩带到比较正确的好的方向去。我们长大了还可以改了，不过需要比较特别的老师，小的时候还不这么需要啊，小的时候还可以，啊，那个第二手的道理还可以，那长大了就要第一手的，所以长大了要去找名师，那些小孩的太好了，你找好的名师，你自己学好，你自己训练好，他可以教带小孩下去，即使那位名师死了以后。小孩还是因为你的那个开悟的方法，你的那个正确的概念还是长得很好的，所以上帝给我们小孩啊，也是为了要提醒我们要当老师，要做好的，因为有一个小孩在那边等待你啊，等你帮忙他，等你指导他，上帝把小孩一个新鲜的灵魂放在你的手上啊，要你照顾，要你模量，要你弄一个模型出来。那个有小孩就是你的功课啊，你当老师的功课。一个老师如果没有学生给他教的话，他以后那个老师的品质也消失了，因为他每天没训练，是吗？他也忘记怎么教了。像现在我也有上水挂，不过你现在叫我在教小孩那个心情 cos 什么，我没办法了，我忘记了。那个无力，那是什么实验啊？什么跟什么变什么都忘记了，听懂吗？因为没有每天练习在这方面，你也许也有大学毕业，不过你没有练习当那个什么幼稚园的老师，你连教幼稚园的也不能教的，是不是？哎，没有经验呢，没有技巧，同样，所以上帝给我们小孩，就是为了给我们训练我们那个老师的那个才华的。因为有一个小孩你什么都要会的，你什么都要会，你越会的话你小孩越聪明啊，越清楚他的走的方向。因为多数的世界的这个父母自己也不稳啊，自己方向也不清楚，道德也不稳，智慧也不够，所以我们长大都这样马马虎虎了啊，然后自己找了，所以你们长大才比较没方向，在现在要修行才么难。如果从小啊，你们被训练在修行的那种气氛里面，那是学打坐，还是知道道德，就来这边跟师父就很快了，是吗？也许也不需要师父了，你们父母就够了。哎，
所以整个世界才慢慢呼呼下去了。然后在那边争名夺利而已，根本没有需要什么，没有知道有什么就是对我们是最满足的那种精神食物。所以大家一直探下去，一直渗下去，一直吃下去，因为做什么都不满足，多高地位都不满足，多少钱都没满足，就是因为那个重点了没找到。如果我们现在修行越来越多人真正的正确找到自己的本心，了解道德，知道那个智慧，以后我们的小孩讲得很棒，整个国家修的话，这小孩都变成都是圣人，从小就是圣人了，整个世界都和平了，根本不用武器啊，不用发达什么东西，它自然会发达，像是我没有学画画，没有学设计衣服，没有学设计什么环境什么，现在我要弄我自己弄啊，这样也有钱出来救济别人了，然后反而世界的人有时候要赚钱很辛苦也赚不到，是吗？即使要救自己也救不了，何况不要说神钱出来可以救世界的人的，你看，所以差那么多。真正的智慧才是我们的最可靠的地方，不是世界的地位，不是世界的财产，也不是世界的美色或是才华的，看到了哈，不过讲是贵讲啦，大家已经讲太老了，太大了，所以比较难改。其实难改并非不能改，慢慢来会改了啊。真欢喜甲各位观众做伙收看今仔日师徒之间的节目，明仔请继续收看《造成轮回原因》第三集。焦点前后将播出更较侪正面肯定的节目，请继续锁定武松师电视台。愿上帝赐福恁，会在和平甲欢喜的生活。We have enjoyed your presence today on Between Master and Disciples.Please tune in tomorrow for part 3 of Why There Is Reincarnation. More positive programming coming up next right after Noteworthy News. Please stay tuned to Supreme Master Television. May the Providence grace your life with inner peace and joy.